你梦想中的家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雅琴来到佛山，带大家打卡一家超美的全屋定制，它就是品爱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品爱有3000多平，各种风格的开放式家居实景。无论你是喜欢北欧风、极简风、轻奢风、日式的还是中式的，他家全都有，简直就是选择困难症的天堂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哪种设计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米兰幻影系列的客厅空间。高亮光白色烤漆门板搭配深色木纹，用爱马仕层作为点缀，特别的雅致又高级。我现在来的是五梦轻回的客厅空间，金色边框搭配中国红调，还有精致的回纹元素，东方韵味一下就扑面而来，有没有？哇，我好喜欢这个衣帽间啊，梳妆台是少不了的，像咱们女生每天化个美美的妆出门。咱们女生啊，平时东西是比较多的，那像这边首饰抽呢，可以放我们各种各样的首饰。那还有这边其实整个衣帽间的收纳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像这边分为了短挂、长挂，还有这边的叠放区，可以让我们平时衣服啊整整齐齐收得明明白白的。很多爱做饭的朋友啊都问我说，哎，雅琴有没有厨房空间可以看？那今天我们看看品爱的厨房长什么样。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厨房，可以看到这边啊家电我们可以镶入柜子中，很好的利用我们的空间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前面有一个洗碗台，平常可以在这洗洗碗还有洗洗菜。这边呢有一个吧台，那平常我们和伴侣周末的时候在这边吃吃饭，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品质生活由爱开始，如果你喜欢品爱这个品牌，那就为它点点小红心吗？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，让你的加盟少走弯路。